却因为我的对象是外国人，而且他的国家是还没有同婚合法的国家，我就不能跟他在台湾登记结婚，就是我们可能去登记会被驳回这样子，所以我就会觉得很不平等。 另外一半目前是在其他国家进不来，然后台湾的伴侣也出不去的状况，这一点是让我们觉得非常遗憾的。